巴巴巴拉巴。我这个吃鸡，哒哒哒哒哒。对对。机场钢枪。我直播到8点就看 Panda Q 了，你们也可以一起看啊。机场钢枪，机场钢枪。我操，这里人呢？我操，机场有这么多人啊，好恐怖！东西都没有啊。
这他妈能活着走出去就怪了。我死完跟大宝去双排了。我这没头没甲的，哎呦，没打死，没打死，吓我一跳！我跟大宝去双排了。喂喂喂！我操，兄弟，你知道我刚才有多牛逼吗？我打单排，我在里头喊话，拉了一个队友，就里头有一个人一落地要跟我打，我要说别打别打，咱俩这样，咱俩双排，然后咱俩一起干别人，我们俩就一起去干别人。牛逼！是，然后你还让人给你挡子弹。你对对对，后来我叫 JY Club，你拉我。你又用原来那号了？对对对。好，拉你。咱俩先双排，等开回来咱们四个。好，来来来，我这个号比我那个号要牛逼一点，就是要分高一点。我这个排4万多名，我操，4万多名单排吗？对，你呢？我，哎呀，兄弟，这个可能就说出来不太好意思。我看一看啊，我得看一看，我估计我得10万开外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单排。哎，但不好说，单排进前十的概率是80%多，我记得，我操，那你分应该高，是吗？那你分应该比我高。一会儿看看啊，一会儿看看。哎呦，刚才，朋友们是中国人的，请蹲下，中国人的请蹲下，让我们来商量商量好吗？我们可不可以 Y 城集合？Y 城集合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起去打韩国人，打日本人。杀棒子好吗？可以吗？Y 城集合，打日本人好，我们 Y 城好吗？咱们我最后再打好吗？看见人对吧？先第一时间开麦喊好吗？朋友们，看见人第一时间喊“中国万岁”，然后我们就不打了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刘琦球最最帅帅也也可可以以好好吗？吗？没人理你啊，兄弟。什么？怎么没人理你啊？有啊，刚才有人说杀日本人啊，我听我见了。操你妈个傻逼！中国万岁！中国最垃圾啊！操你血！刚才那个骂骂中中国国了，了，我我只只能能这这么么跟跟你你说，说，你妈妈一一个个闪闪现现到到大大街街上上被被车车碾碾死。死。咱就跳 L 吧，好吗？去哪儿？跳 L。啊！
啊，有不少人跳呢。咱们落大库吗？还是落哪儿？你别按 T 了，咱俩在 YY 就不用按 T 了。我没按 T， 我没按 T。你按了，你按了。哦，我那个是。没关系。咱们去哪儿？哎，有车有船，兄弟。走走。先看有没有人。有一队，有一队，给他灭了。先落厂房吧，咱。落厂房，拿枪守着。落地就干。这人落得慢。我先把餐厅搜了。那你往厂房啊，厂房这儿落了一个人，咱们过来把他杀了。来来来，快！马上马上，随便搜一下。我歪哥现在大腿，你们都不懂，这游戏没有大腿，我怎么玩呢？哎，这他妈枪是假的！哦，卡墙里了。有了。今天有 PK， 你们去看 PK。然后我静静的玩会儿吃鸡。现在就去干吗？我没有枪，我只有一个撬棍。我给你带吧，我给你带吧。牛逼！我给你带吧 ，UMP9 好吗？哎，太屌了，就这个车枪，无敌。去不去？你要说干我就去。去，来，走。我可什么都没有。来，给我一把 UMP9。你有喷子是吧？啊，你有 AK。来。走，哪儿呢？厂房，落在厂房了。厂房什么？就那个大库是吧？对，大库。哎，右边山上，看没有？追！击倒，过去补了他。我操！我歪哥这个枪法现在。机瞄这么厉害的吗？哎，兄弟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是中国人，我不打你了，是不是中国人？白哥注意点，别把他头打坏了。我二级头，哎，退是八面罩，我操！哎，可以，很高兴，五点。哎，人！哎，你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个。有一个主播叫 JY， 你们还敢过来的？两把喷子，走，咱俩搜吧。啊，这城没人了。没人了。他们怎么还敢过来打你啊？我天啊！他们不知道你现在多厉害吗？哎，我真的不理解了。这个仓库我再去搜一搜啊。哎，这没有抢人头，谁击倒的人头算谁？没有抢人头，大宝没抢人头。大宝是那种狗吗？不是，大宝是那种人吗？我不是，我这个。以后我跟你说真的，你以后要骂我的话，真得掂量。我跟你儿子一天生日啊！我操，我宝哥现在是跟我关系最好的人，好吗？别瞎带宝哥节奏，我操！我不是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好吧？明天你儿子生日，哎，这人搜的还挺多的。哎，是就这俩人吗？就这俩人啊！我搜了一个房子还是两房，我就搜一两房。哎，我这儿有 AK， 我不想用 AK。谁他妈想用了？我也不想用。我就不会用 AK。你这还不会用 AK 呢？哐哐杀两个，然后很谦虚的说：“哎，最不爱用就是 AK， 杀人太没意思了，是吧？”这是真不会用，老打不准。这是离得近，我操，远根本打不着。我看帮主用 AK 特别好。对，帮主用那些特厉害，我捡到那什么了，捡到，哦，还到六了，哇塞，五个鸡脖，VS，要我没开正餐是吧？不开，所以一会儿再说吧。接下来的竞猜得是。能不能杀四个人吧？嗯，哎，这块好穷啊！哎，观众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一定要赌这边能杀四个，因为这个地方搜完了以后真的会很肥。真的假的？我操！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穷成狗？搜的地儿不对。
你把那边搜了，我把海边搜了，咱们就走。圈还行，不是特别远啊。今天晚上看这一期真的是心里非常的纠结。是啊，我觉得这期咱俩发挥的都不好啊。这期怎么说呢，哎呀，主要你发挥太差了，你知道吧，真的觉得你现在播一会儿真的得下播。我一会儿我就不碰电脑了，我也不看了，我就走了，我出去了。对对对，去给儿子过个生日吧，要不然的话是吧，太影响这个生活了。不是，主要你这期也发挥不好，除了他妈站错边就算了，还老瞎他妈出人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说的心里难受，难受，难受。我操！觉得特别愧对于你，你知道吧？你跳的那么好了，我还不信你，真的。我操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，兄弟？刚当时干嘛去了？我的。你有狙的扩容弹夹，给我捡一个。我操，狙的扩容弹夹，我这辈子没怎么见过。真的？你问的这个问题也好。你有倍镜吗？倍镜，没有。那咱俩打个屁啊！倍镜都没有。我有 VSS。他妈逼！怎么了？那枪在我手里跟98K 加八倍镜有什么区别啊？不对，那是个四倍镜。忘了。那个枪在最后一个圈特别厉害。是吗？微冲。对。就直接趴在地上，对面都不知道你的人在哪，你就趴在地上突突就行。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就这样。对。S12K。宝哥，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啊？不着急，兄弟，有要船有船，要车有车的，急啥？一级毒，对不对？跟打针一样。有一个什么小红牛都不带掉血的。主要太他妈的穷了，这。那咱们去机场啊。对对对。搜吧。机场，咱们，我操！我看见一个 SKS。算了，不要了。很纠结，难死难了。感觉是都搜完了。那溜吧，海边我这个位置集合，这儿有辆车。我在搜最后一栋房子。餐厅你搜过了是吧？对，我落地就搜的餐厅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，这一期还有一个让大家看笑话的人，鼠大王，我操！啊，不是什么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我这旁边有个车，我找你。你这全搜了，兄弟，你搜楼现在是真的快。那个人搜了一下。那个人。对啊，杀的那个人，他把这边搜了。那边没搜，这边他能过得来，过不来。捡了一个能量。现在在单排。那个，拜拜，搜东西还是不干净吧。走吧，来，我这儿，车，咱们直接扎到机场里面吧，怎么样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我捡个药。好，来了，有车。哦，你。我的。扎到机场里，最后圈儿，你那么确定在机场里吗？哎，有观众问说这个囚徒这期怎么样？
说呀。走。球都还好吧？我觉得球都正常发挥。不太好形容。这儿左边好多人、啊、左边好多人，你快再看一遍啊，那打他们呀，别在圈儿，在圈外，你看没有，就左边那个，算了算了，你别看别看，这不弄他们，我的宝哥打了他们，大家添点劲儿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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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中国人在哪里？中国人在哪里？你有弹夹吗？扩容吗？啊！我给你捡一个。干嘛，兄弟？不是，他们跟我说在做这个后面不能开枪，他妈骗我！这个、完全可以开枪的。听观众的，我。是那个车上坐了两个职业吃鸡玩家，说有什么事儿你问问我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操，人打咱们，不是，你就说这种人这种，哎，我操，我刚说就这种人这种枪法打不中咱们。我操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我操，这能当船？哎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那边有船，那边有船，那边有船。咱们直接进机场吧，咱们去那个位置。啊，你有医疗包吗？一个。我打绷带吧，一会儿。你等我打把血打满。好，你在水里打吧。咱们在这个圈里边卡那个逼吧，他们一定会过来的。可以啊，干他们！一辆车过去了。我刚才在厕所里蹲着，人家往进来扔一个手雷，我把鼠标跟键盘都松开了。我操，那边打我呢！真假的？你没看我被打了吗？哎，就在这卡他们吧，他们但是他们有高倍镜，他们只有咱俩在这块儿。打你的吧。来打我，打我，来，老子就在这转，来，我再出来继续转，来，打我 ，shoot me，OK、okay?。不杀了，我看不起你们。不是就你们这种枪法，老子在这转，来，跳舞，哎，我左跳，哎，我右跳，哎，打死我！就你们这种枪法，真是没再看得起他们了。你说就这种枪法，开什么枪？我有八个饮料，你要吗？要。你有几个？我给你四个。我现在剩一个，打了一个。我们开船吧，不然过去，怎么样？不卡着他们打吗？啊，咱这有船。我没有倍镜啊，对，我有 VSS。我操，我他妈的疯了！你看你在哪儿呢？是不是在前面那白房子里呢？我觉得差不多，他们肯定不用跑圈儿内。他们肯定现在不在圈内啊。对吧？嗯，他们肯定要跑过来的。我就看了，有车啊，逼过来要开船，走了，
哎，那帮逼毒刷了，你看那个逼还打别人呢，干，在哪儿呢？我没看见啊。就是我觉得他肯定会往这边走啊。对，卡着，反正给他干了。咱们要再往前走走吗？不，咱们就在这儿卡着，就在这儿卡着。反正又没刷毒，说不定毒圈刷咱们这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可能会来这儿。咱不如进前面那个房子。进去吧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这哪里哪里？这儿打，来来来，我前面就在特别近，特别近。上面上面。摸过来。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。我过来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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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光兄弟，咱们两个配合，他们有高倍镜，这一波就让他们知道快递的滋味，好吗？我就猜他们会过来的，这两个逼。这两个逼是真的贱，看给他俩贱。我先舔个118啊。倍镜没有，没高倍镜啊。也没有，你那儿有高倍镜吗？你有医疗包吗？给我扔一个。我没有医疗包啊，我把 VSS 扔了吧，我换这个。我操，我有了。我有，只有一个医疗包，刚才。我有7个了，我给你点，这有个4倍镜。有4倍镜是吧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别别，我要你要干嘛呀？我操！给我几个包。这里边有那个止痛药。止痛药，等一下。你舔不舔了？止痛药。等一下。我给你扔3个止痛药，里边。差不多，也是这样。这儿其实没啥东西了，咱们可以走吧。哎，这止痛药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我没捡了。这儿有2个止痛药。你先捡吧。我剩太多了。哎，我操，不行。你先捡了，兄弟。前面有人。哪里有人？前面。你把那止痛药捡了。止痛药捡了，咱俩把药打满。算了，我自己喝也行。不是，我得舔个甲。哎，我操，这甲都没用。你把那药捡了呀。你捡，我没地儿了，没地儿了。我捡。咱们坐船走吧。坐船？啊。好，这得坐船了，走了，上船。嗯。哎，不是，这些观众朋友怎么都这样？说 JY 不给你4倍镜，你就把他给打了呀！哇，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只值一个4倍镜吗？本身上，我操！哎，哪？我开了，就只值一个。可惜上午送的龙虾。这就是跟刚刚跟我一起。我知道。也是玩狼人杀的主播吗？对。听到了吗？桥上有人在说话，看没有？桥上有人在说话，看没有？两个人开语音在那说。行，咱们找个地儿上先打药吧。啊。操，咱这地儿上来。上网好吗？上网，贴那个角，贴那个墙根下边。打你的，
把饮料打上。他们会在桥那块呢，哎，卡着那俩逼在桥那块那个，他们肯定过来。我觉得身后可能会来人。那桥上那两个给他杀了。肯定会往这边走。那咱俩也在毒圈里啊。好好撤，好好撤。哎，咱俩就在刚才那阵阴着他们吧。但是这个地儿不在圈里，这地儿在圈里，差一丢丢啊，正好。哎，他们还不进圈啊？我俩干的嘛？我觉得这图图什么？来了，这样这样，往这边再来点，咱在这个。这个石头这儿，这有颗石头，一个石头，一棵树，看看。我操！特别怕这俩逼从后面冲出来。又得跑，还剩27个人，我操！咱从海岸摸过去了，一会儿。摸吧摸吧，别堵他俩。主要他们俩不死吧，咱们容易被他们干。完全去外边死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。我觉得应该是。哎哎哎，身后来人了。我操，这么酷的吗？哇操，差点撞着我这个人。真两辆摩托，真他妈野。两人是真野。哎哎哎，哪里下摩托了？哪里？没有，他下摩托了。右边前面，前面2252252SW。我看一下，我看死了。我操，他有队友。你知道我这个，我这个时候想说什么吗？哪儿呢？他对，在哪儿呢？我这真没看到，你在就山左边，左边，房子后边，这个房子后边。哦，你在这儿打死的是吧？对，他在爬。我看见了，别的机器打。杀了！你杀了他了是吗？杀了他队友吗？哦，那这两人都死了，天！你舔他队友，我有两个四倍镜了。8倍镜，4倍镜，狙！我操！要不要狙，兄弟？我不要，你用，用狙用的不厉害。我有，我操，肥了！我有两个四倍镜，我捡了两个四倍镜。我这儿好多药，你过来拿吧。我这一堆药，放不下了。哎，有人。走。哎，小心！我看见他。小心！我倒了，你得跑毒啊。哎，咱们其实应该打了，他们应该赶紧走。医疗箱不能要了，打后面这圈医疗箱没有用，打这个圈还有用吗？又占地方又疼。我操，歪哥，你现在这个意识是真的强。这局我感觉你要带我吃鸡，真的。我操！我也是卡边的。你现在是真的大腿。我操！宝哥谦虚。刚才那个人在毒里，你过去可以给他补了，他就没多少血。
给我死没位置，他一定跑过来了。上山，堵了他。山顶有个九八 K。九八 K 在海上，在那个右边。这房子里有人，看了吗？一辆蹦蹦，有人。房子绝壁有人，房子没有人出轨了。你靠着他旁边那个厕所。这么野的吗？哎，你子弹没了，你换一下软件的子弹。来了来了，听见他脚步声。我操！我不进去了，我外面走就完了。下个圈儿，你肯定要过马路了。楼里有人，听见了吗？我这维克托没有空中弹夹。他们车跑，这开车吗？身后，身后，身后！维克多打不死，十三发子弹，你用那个，开全自动。哎，我操！一下看，一下就看看停顿一下，我就知道吧。还应该用维克托。哦，这个枪进去打人太近了。没事没事，不丢人，咱俩。哇操！好可惜啊，兄弟。没事，小事小事。哎，对，我操，忘开警车了。我看看我排第几名了？我去看看啊。啊，你看看。哇操，兄弟别问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是吧？我觉得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遇不见高手。怎么了？哎 ，KS 回来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没下。你知道我多少名吗？多少名？三十万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就假装是，对吧？前三十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个数字真的不好意思说。他出来，我应该用维克托，但我没有空中弹夹。我以为他屋里有两个人。
我可能玩这盘我就跑了，那个我得出去买点吃的去。哎，那你那什么，你晚上看的时候你开直播吗？不开，不让开。哦，不让开是吧？不让开。那一会儿我也下。怕分流。说是可以，你可以，只要你不转播，你在直播间里用一个摄像头拍自己。我操！感谢北影掌门李斯送的发财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李斯这一季潘达 Q 还是非常厉害的，真的。真的厉害。让我知道什么是高配，让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需要我学习的地方，在狼人杀技巧方面。哎，李斯这种确实非常厉害。能去哪？去这儿吧，好吧。太远了吧？那就先下。我下了，下了，下了。下来去 P 城北边也可以，咱们要不去 P 城看一眼， P 城那个要刷车了，咱们就往外城那边开，如果没刷车咱们在这城里跟他们干了好吗？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我操，你现在这个战术指挥真的厉害。哎，李斯，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？你给 JY 刷墙是因为他儿子今天过生日吗？肯定的，肯定的。那你有一个好朋友叫大宝，今天也过生日，就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大概是不是理论上对不对？就反正一哥刚才过来给我刷了一个墙。哎，不行，咱们没有人家。你跳哪儿了，兄弟？我操！我怎么看着你跳那地儿，离我也太远了。我往你这边跑了。我这落了四个人。中间你穿横穿过来的这两栋楼有人啊？没事吧？我他妈楼上就有人，我操！那你赶紧走吧。我这栋有人吗？你那边落了两个人，我具体不太清楚是落在哪个地方。而你那栋落两个，你这边落两个，建议是赶紧走。我只有一个平底锅，什么墙没有。我操，真的只有平底锅。我操，牛逼，兄弟！哎，你看这个北影掌门李斯过来给我送了一个墙，哎，谢谢李斯的墙，谢谢李斯的墙。哎呀，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有你们这样的朋友，真的觉得内心之中暖暖的，暖暖的。我操！怎么了？我这边各种打。我这儿连一个枪都没有。我这有枪，我这各种枪，你快来，你来我这个房子里。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把这二楼看一眼，马上过去。我有镜了，我有镜，我有一堆，哎，我有一个 UMP 九了。我操，这空投掉脸上了，谢李斯的墙。哎，空投落城里了，舔吧，这空投不舔还是人？怎么样，兄弟？不是我这，哪有什么枪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这有那个 UMP 九，你不是捡了吗？我有了啊，还有什么？就哎，你小心点那个位置，掉线了。我卡了，我掉线。你也掉了吧？啊，都掉了，都掉了。你也掉了。嗯，那退呗。退吧。我操，这盘咱们要吃鸡了。这盘真的吃鸡。
我在这儿，我有一个四倍镜，捡了那个 M16 30发子弹，基本上能撂倒五个。你有98K 刚才？啊，没镜。我有四倍镜，我直接扔给你，兄弟。我98K用的不好。那你把98K扔给别留盘了，直接算到下一盘吧，好不好？就这个。算到下一盘，算到下一盘，留啥盘？不留。留盘啊，留盘也可以啊。这总能算没啥二啊，对吧？这他妈要掉线了。对啊，这连上去这五个起步啊。留盘了、谢谢你们随便下，我留盘了。给大家送的生日蛋糕。我操！哎，对，我这边也能送生日蛋糕。哎呦，宝宝！哎呦，那宝宝！宝宝！咱们跳机场吧，可以啊，我都可以。好吧，这个航线咱们跳机场应该可以，因为机场应该人。哎，咱们其实跳监狱也行。监狱俩人感觉不会肥，那走，跳。监狱过瘾，监狱比机场高。咱们往下面那个大库里面跳，还是跳那个上边上坡那块？咱们过去看吧，对面其他人跳大库，咱们就跳大库。其他人跳上面，咱们还跳大库。好，喜欢跟他们在大库等。哦，有人快，有人吗？对，问题吧。为什么管这叫监狱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喊的叫监狱，我也喊的叫监狱。我操！我感觉我飞不到顶上了，我感觉我飞不到。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个什么？有火库。我捡了两把，我可以给你 UMP9 和 M4。 好，过 M4 吧。你来我这儿还有一把 M4， 还有把 SCAR， 还有把 M16。 行，马上来。你自己来我这儿捡吧，好吗？你在哪儿？你是看我位置，就在那个大的。你在房子里。对。这两个人落哪儿？不知道。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？哦，就前面这块，这块，对，这里边。对。我去搜楼上了啊。
没有没有背包。二楼我搜是吧？我觉得三级包没什么用，二级包好，二级包好，二级包打小圈看不到的，三级包老大一个。这都搜了是吧？搜搜楼顶看一眼。那俩人没过来吗？应该是。你有劲儿吗？红点什么的？我只有一个，我在用。走走走。不敢跳。咱俩先别下去，在这儿看看。山顶没有人。上边那个房子去搜啊。没有人，我在看他们落哪儿去了，他们没落这儿。好吧，他没落着。哎，如果卡的话是熊猫的服务器的问题。我们这儿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这儿。哎，我丢帧好严重，我关一下直播，重新开一下。好。那个厂房里边你是没搜完啊？对，左边那个小厂房都没搜。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卡？应该。操，贼穷！波瓣要吗？要。我拿一个。这地儿不肥啊，我感觉咱俩一点都不肥。不卡了吧？现在是不是不卡了？应该不卡。再不卡。丢帧好高，不太对。咱们离得有点远，宝哥。咱俩那个游戏直播卡崩了，兄弟，都在说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这没丢包啊，我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看呀，一定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们的问题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。二级甲，我这儿。现在还卡吗？不卡了，现在不卡了，再不卡了，不卡了，现在不卡了，我看着不卡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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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。二级头，我这儿。我来了。山顶还搜吗？不搜咱们就。搜完了山顶，我没有什么东西。好了，现在不卡了。那我一看就不卡了。你那边搜完了吗？这两个库你都搜了吗？看一下啊。这两个库你都搜了？都搜了，那两个都搜了，那两个都搜了，走了。没有劲儿啊，没法打呀、啊。因为现在就是，我操！我操，这个逼这么阴的！哎，前面，就那个后趴在地上，看见没有？
死了，你检查一下。这两个人真的他妈阴，在这俩躲，我就觉得他们。喂，你还可以，我操！我还以为这你他妈怎么也得死。我操！我就是觉得不对，我这妈的，这他妈怎么地上有个人、啊、？SKS， 我操！我用了我用了。你拿。不是我，你再拿一把 SKS 也行，我都可以。那我行。你有你要扩容弹夹或者是别，你有别的镜吗？没有，就一个思维镜。扩容弹夹给你。啊，什么叫扩容弹夹？不强，攻击上。哎，这儿有辆车，我记得右边有辆车。对，没错，我的记忆力是对的。卧槽，刘强东来到了我的直播间，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号。卧槽！哎，兄弟，京东都是你家的，这个对吧？能不能算了，也别刷墙了。京东是你家的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耳机？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？但你要说你是假刘强东就算了，你开我开。走上。如果你是假的刘强东的话就算了，咱们就换下一个话题。抱歉，不是本人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我刚才说要是本人的话，能不能要一下你媳妇儿的微信？不是，能不能问一下你媳妇儿为什么把我给删了？那很尴尬，我原来有奶茶妹妹的微信，后来没有了，不知道她为什么删了。她去美国的时候我还有。我操，我宝哥也是有故事的人。哎，这说多了不好，社会舆论不好，说多了太多。说太多不好。怎么还有观众朋友们说我蠢，说怎么有墙不要，要耳机？我操，兄弟，你们知不知道我要的耳机多少钱啊？我的耳机就没有一个低于一个墙。我操，宝哥一看就是富二代。我不是真的奢侈。我哇操，有人。干嘛要干嘛，干喜欢干。在哪儿啊？我去台湾的时候买过一个耳机，花6000多，木头。就前面。那房子吧，应该是那房子。哎，又来一辆车，又来一辆车，身后过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不管他，就打前面那队。我真凉了。真凉呀！谢谢刘强东送的100个分。打枪的，谢谢。谢谢刘强东送的100个分要强，谢谢。我操！爸爸，你干嘛打枪呀？站着！我这，正对面，正对我正前方，有两个人。看着。打！知道。死了。还有一个。都死了。不，你确定吗？我打了右边那个。啊！我操！起飞兄弟，哇，开始舔东西啊，这些人怎么这么穷啊，穷成狗。你来个椅子坐爸爸旁边看好吗，兄弟？行吧。找找枪口。三级包不背了，我这次不背三级包。开个杀四的盘。挺
哎，有那个，你有那个多余的五六子弹吗？我刚填了，我这就58发。我操，我也特别缺五六的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行，什么东西？不行，我换，你等我换个 AK 的吧。你换 AK 也行，或者换个 UMP9 也行啊。算了，别 UMP9，居家 UMP9 怎么样？我换 AK 吧。不填三级包了，这三级包不能要，太招人眼了。啊，走哪儿都能看见一个大包，趴地上凸起来一块。咱们开车吧。开啊。走。哎，那车还有油吗？有拖的很。你推过来吗？你，哎，大宝，你开车吧。好，我帮他推一下椅子。米主播，你今天开心吗？米主播。对的。说说吧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你把那个呢？爸爸玩完这盘就陪你玩去啊，你乖乖的啊。爸爸，我吃好吃的。吃好吃的，爸爸等爸爸死了就吃好吃的，好吧？我们两个人做的呀。跟你大宝叔叔一起玩呢，大宝叔叔今天也过生日。大宝叔叔怎么也听过生日？巧了呗。爸爸死了给你吃好吃的好吗？我怎么还没死啊？爸爸这可不容易死。六点值班。大王，咱去这儿吧，好吧？可以啊。咱们这次首次房子的。可以，没问题的。别动，一会儿爸爸死了不给你好吃的了，就再把你大老叔叔给打死。现在杀两个了。车马上没油了，现在。啊 ，OK， 开得到那个目的地，到那个目的地。到肯定。爸爸不喝，谢谢。到要是有人，咱们必须得打。打。右边有人。有人。有枪声。咱们前面这栋房子有人，定点的这栋房子有人。右边有辆车。哦。要打吗？打。哎，就在里面。我、哦、看就在这。哎，房子里的人不要动。房子里的人，哎，房子里的人。哎，你们是狗啊，房子里。大宝，同志，一个同志，大妈。牛逼啊！我操！战神！我操！哇！看你现在玩这游戏，爸爸，哎，你怎么也打他呀？他杀大宝叔叔，爸爸就得打他呀。大宝叔叔今天也做错事，大妈打他呀。爸爸帮大宝叔叔打别人呢。我操！八月长安怎么来北京了？爸爸，他在北京干嘛？哎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爸爸一会儿就死了，好吗？哎，不是，情姨，我今天过生日，你也不跟我说生日快乐。我操，这个，哎，咱们两个这个感情真是。哎，你捡我那556的枪啊，兄弟。556，不用，我用 AK 了。
墙上有个九八 K。兄弟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操，两个。兄弟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啊。你的那个竞猜没有封盘，现在赔率你能杀四个1.07，最多下注20万，我真是他妈糊涂。哦，那我把它留盘了就完了。我那边，大王那边。这里面有人。当一个幻影坦克，看你那空投掉哪儿，别掉你身边，你会被吊死，误伤死。你为啥要舔？结果对，你这个两个声，你游戏里面那个关了。大忙不玩那个几号的？现在关了吗？关了。爸爸，大忙不玩那个几号的呀？爸爸玩不会那个呀。把那个正猜关一下。你怎么也留盘呀？你就是吃的呀。哎呀，小事儿，不用补生日礼物，就这么着，没事。你刚才死了吗？没死啊，爸爸活着呢。嘘。那你们怎么还来北京了？那你哎，那你现在回家了吗？我一样。哦，我操！我操，兄弟，可以。你死了吗？这个舔了，这个、真是顺丰快递使命必达。我操！你看点那空投落哪了？别，有人来了把你打。我、哦、这个距离好难用啊，这个。嗯，哎，在 S K S 是有点难用，这个距离。这身上有啥？八倍镜。哇塞，有没有那个 A K 的那个消音什么？没有消音。哪个爸爸呀？赢了。你怎么赢？爸爸，你死了吗？嘘。爸爸，你死了吗？爸爸还没死。他疼呀。他在舔着空投，看没有？右边看没有？两个，右边来两个，毒圈里。我操！不是你打的，两个全死了，不是你打的。后边刘荣那边还有人是吧？对。后边哪有？哎，这个凹槽简直无敌，兄弟，你就在这凹槽上。爸爸，你怎么不爱呀？哎，有人在踢。你怎么不爱呀？驾驶位不要，把车给他打了，到了，还想跑？爸爸，你怎么还没吃呀？到了，补。
操，真的准！他真的准！你得跑毒了，跑毒了，跑毒了！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走吧。这个人可能要被毒毒死。没有声音。这边有个酒吧，可以房子里。没有，这边走。哇哇哇哇哇！不行，没进圈，对不对？我吃口药，吃口药。还没停呀。圈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圈来了。你想到去哪？厕所前面那石头是圈儿，是圈儿。哎，我操！这后边这啊，他们后面两个人。他们从这个从这儿进来了，从这儿从这儿。杀了六个。厕所里出来。你怎么又去了呀？能。你扯了吗？你还玩吗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，你去吧。我陪我儿子待会儿去啊。嗯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拜拜，走了，观众朋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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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